两出局，这球拉到了右岸方向，再球再飞出去了，是再见全垒打，四局的下半林孝成击出了两分打点的撒又那拉红不让，味全龙队在九局下半追平，十局下半再见红。林孝成他的生涯首轰是一发再见全垒打，恭喜魏全龙队，恭喜林孝成，今天再度上演了一场不可思议的逆袭，这也是龙队本季第三度的再见胜利，第一次用再见全垒打击败对手。所以从上礼拜开始，龙队就发挥了非常坚强的韧性，今天又一次的展露无遗。我们再来看一次林孝成这最后的一击，真的是太戏剧化的一个结局哈。其实这个球啊，打到那个方向后吧，这场比赛基本上已经结束了。对，飞出去啊，就变成林孝成可以更加享受这个当英雄的时刻。